哎，小姐好玩的邀领我来了。我们这里直接先掠夺一个玩家给你们看哦，人情冷暖，超好玩。哦，他点装哎。还副会长哎。那我想要加一个工会。来加个工会好了，音乐歌，不啦，重点是我现在主线到底是卡几点？我们一样来看最近的活动是什么好了，不然有点难讲。过了吗？装备助理。助理也可以讲。不然你就尽快跟助理都讲一讲啊。最近好像也没什么活动哎。这边在当肉吼，让他当一下。我想一下怎么讲哦。双极品的天丝带，啊，他叫卡普爹爹呀。凌云者，可不可以直接从世界那边找啊？幺幺欸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卖？在维修吗？这样我很难讲哎。等一下啊！今天到底重点是什么？装备哪两个？